三餐很不稳定，超级不稳定的，有可能一碗很小碗的泡面一直威胁动手动脚。回想起被囚禁的日子，男子还余悸犹存，因为柬埔寨囚禁凌虐事件竟然在台湾真实上演。当下都在想店里的营运状况，我就知道我的店应该八九成会挂。受困一个多月时间，重获自由后还遭受店面被迫关闭的双重打击。男子经营酒吧生意，当时看到嫌犯刊登的小额借贷广告，特地从台中北上要周转10万元，没想到最后不仅钱没拿到，甚至就连提款卡内原有的40万现金都被洗劫一空。你又不是要讲哦。无独有偶，还有被害人被救出时，因为感染蜂窝性组织炎，浑身都没有力气，只能坐在担架上等待送医治疗。只要有人不在窃窃私语的样子，他就从监视器上面看到，他就开始抓人，然后出去，就是客厅的地方打，然后用电击棒片。就连房仲都受害，被害人遍及北中南。他们遭到囚禁后，不仅手铐脚镣不离身，若是想跑，还会换来一顿挨揍。而嫌犯为了管理这些被害人，甚至还建立囚禁守则，规范他们用餐、就寝以及洗澡时间。如今终于平安获救，被害人表示相当感谢警方将他们从人间炼狱拯救出来，结束这场噩梦。记者赖欣妍采访报道。